密码0702，密码正确。好，哦，又系呢度啊？嗯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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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快入侵者一名，又系呢个节奏啊？剑舞燕返飞行虫，冇记错就系飞行虫，系嘛？飞行虫啊？咁我用草嘅又俾人黑住，恶嘅话就冇黑恶啦咁。哦，阴色术叶印斩。哥达叶印斩，雪纹斩，我全部都高速型啊！绝对咧将你约翻屋企，咁去到到此一游，自杀式战术，唔系嘛？自爆你乜鬼嘢？好惊，我都咁讲。哎，冇事，哎，肯定有自爆呢只嘢。哎，死仔，火焰喷射，龙龙岩转呢只，地震。地震，地震，仲要系有爆炸添，睇嚟冇啊。好，呢度落去。哦，喂，你终于嚟到啦！我喺呢度见到好特别嘅，跟我嚟啦。最特别系左手边有个人喎，咩特别嘢啊？呢度有我发现嘅，睇下有啲咩奇怪嘅机关。因为我喺附近咧，总系容易俾火之兵团缠上。喂，呢度有咧 CCTV 喎，快啲揾下，我喺呢度帮你把风。哦，发现秘密揿掣，要唔要试下揿？仲有咩其他掣？会唔会系服嚟噶？引我揿服，不过得一个掣，似乎揿。好 ，CCTV 系统咧已经关闭咗啦。咁样咧，我哋继续前进。72，72，哦，72啊，密码，继续 go go go。呢个系边个嚟噶？居然可以发现个呢度。好啦，我系火之兵团嘅研究员，所以咧唔善于战斗啊。我个人咧中立嘅，唔好再嚟啦。大师球，送啲咁好嘅嘢俾我嘅，呢个咧。呢个门咧需要特定嘅密码，冇密码喎，72啊呢个，哦系啊呢个72，阿布死咗唔紧要啦，黑路加顶替，终于继续向前走啊！呢度前边咧地下咧好多炸弹嘅，睇到你就嘣，大舌头阴谋，液态尾巴火焰喷射，猫油斩火焰喷射。睇我秒杀晒你班友！火焰喷射，火焰喷射，搞掂你啦！走，呢个使唔使问下讲咩先？讲快处理喎！哦，呢个研究员嚟喎！哇，呢只嘢地震雨，地震，地震，潘伯伯，呢只就地震。3D 龙二 set，3D 龙普通系，争啲记错嘅超能力啊！剑王，冲浪，好 ，very good，3D 龙再冲浪，再冲浪，潘伯伯破坏光线唔使话，我呢度有一件，跟住咧咁入侵呢度，呢度咧啲僆仔咧唔要命啊，小屁孩，奇异花。瞓咧、啊、你，光合作用先，再打，哇！加速特性佢，走走先，保护阳公你啦，友仔想保护，我特登就系攞呢招嚟破保护嘅，终于俾我有所用啦呢招技，呢度就转做降鸟得唔得咧？其实降鸟都打，不过会俾水打呢只咧又系。士刀地震都吸好多，其实呢招呢一个嘅种子诅咒啊，哇，哎啱晒啦！肥猫火焰喷射下马威报恩，我知波动搞掂呢、這个呢、這个唔问佢嘢啦。哦，呢度做咩啊？再前咧就系呢个中心地带，守卫越嚟越多，小辉应该去到。头先咧联络咗小光，大概佢应该都会嚟到啊！快啲帮手，条友仔成日叫我快啲帮手。咦，呢度点开啊？未开喎呢度。嗰度会开咗，咁啊？哦，系啦，应该系咁样，我唔知喎。
火噴毒龙蝎，呢、這个时候撞毒龙蝎啊，大大地镬喎呢度。净系拍地，咁我直接出呢只先啦。咬碎，可惜。干了，日招，大针锋，火喷，大食花照婆，照用火喷。蜻蜓，蜻蜓就要。哦，呢只蜻蜓啊，我以为系边只，我以为系嗰只沙漠蜻蜓，我以为系，咁啊大大地镬啦呢度，空气切割，空气切割，空切，一拳打死你，搞掂，呢度要点样落去啊？开咗啦，哎，开咗啦。再继续行先啦，咦，唔使打啊呢、這个，开到门可以。啊，呢、這个要打，唔知道咧，无数嘅机关云陀陀咧，如果赢咗，话俾好听，好嘢俾我听。我已经打，我已经过咗啦，仲使话俾我听？我谂住翻去回血啫嘛，毒系，我只波动，唉，滚水，空切，空切都唔痛，过尾啦，唉，死啦，林普，保护先。龙套式，哇，冇办法，嗰只我冇练到，我、呢个要打系嘛，好就打你，地震雨大自烧，哇，搞错啊，咁都中呢、這个，即系话我冇得用物理技啊，变咗毒刺水雾，奇异花，催眠。催眠，唔好醒啊！我唔会俾你醒啊！呢度有光合状啊，阳光烈焰先啊，唔系光合状。好，慢慢吸死你呢位。抽抽嚟就唔出得地震雨，哎，照出啦，照出啦。地震，哎，吸得好少。原本应该佢黑差唔多红血噶啦，如果我一下打佢，吞食兽又系毒系。Hello 家。我接波动定火焰喷射呢？我接波动，搞定走。啊？边个系一个蓝丝？居然入侵到呢度，真系咧唔可以睇笑。但系咧，作为呢班渣渣，就想咧阻止我哋火箭队前进嘅脚步，真系可笑。板木大人一定可以带领我哋火箭队重新成为呢个地区嘅统治者。喺呢个之前，我蓝丝咧必须要好好咧清除你呢个半脚石。好啊，沙河马唔错，系一好嘅精灵嚟嘅，但系可惜都系要俾我杀。钢甲暴龙，边只系钢甲暴龙啊？系咪最大嗰只啊？即系钻珍珠钻石嗰只啊？照出呢只啦，我冇得噶。呢只钢甲暴龙，钢唔知咩啊？呢只钢岩啊？照打，好。海牛兽 good， 电鬼边只电鬼先？水电鬼 I good 啊！尖锤龙，尖锤龙，只用草啦。碗碗，碗碗系草岩草技，好气化喎佢用。哇，差啲整死我，我差啲俾碗碗打死。好啊，你个家伙居然又一次咁阻止我，妨碍你咧火箭队啊！果然当初唔可以就咁放过你，一开始就铲除你，而家就唔使咁烦。不过论人数咧，火箭队唔会输俾你嘅。好鬼劲啊！一嚟又要打两个，记得你喺地基地嘅时候多得你关照，死咯！走走先，依回出只奇异花，呢只都要走，就系话呢个出钢鸟啦，但系钢鸟最后都会被电鬼打，应该试下咩换先啦，一招放电啊，钢鸟痛啦呢度，冷冻光线都痛。催眠咗只电鬼先，系啦，电鬼先掉钉咧，唯有唉冇办法啦。再催眠电灯笼鱼，过尾打电鬼，寄生种子摆条鱼度，过尾打电鬼。好，呢度可以出下路噶，
光合作用，我支波动打电鬼。哦，哇，水技，催眠粉打灯笼鱼，火焰喷射打只虫。哇，冇啊，靠黑老家啦呢度而家。阳光烈焰，唔好开阳光烈焰，我要随时催眠到嗰只嘅灯笼鱼。嗯，影子球啦。好，蜻蜓龙啊，咁啊死咯！催眠呢只，我支波动打佢，佢应该都会有地震添，令佢惊咧。唉，大地之力，我就估到佢有啲咁嘅麻烦技。灯笼鱼呢度杀灯笼鱼先，寄生总之放落蜻蜓龙，接引斩下灯笼鱼。哎，得啦得啦，盾甲。催眠粉打女王风，叶印斩打盾甲，哇，飞冰，嗯，催眠女王保护，暂时咁样先啦。呢度寄生种子摆盾甲，飞天打女王风，飞冰，我的天啊！阳光烈焰打死盾甲先。瞓咗先啦，应该会输啦，唉，输啦，好难打呢度。好，继续翻落嚟啦。嗯，睇下呢度点样打先。呢度咁一入去就系双打嚟嘅，所以我谂应该要换一换啦。即系譬如地震雨摆喺头，跟住呢度放，但系佢有一只雷虫，咁一系咁放，最好就系咁放啦。呢度，因为佢有只电鬼同埋一只灯笼鱼啦。呢度嘅话咧。健忘先，先整一隻精灵系唔会俾人打先，系啦。哇，使唔使麻痹啊你？地震都唔得咯。翻瀑布打电鬼，催眠打电灯笼鱼，催眠唔到，催眠。唉，真系可惜。阿布，女王风，女王风都唔惊嘅，整支个剑舞先。好。未死嘅呢度就佢而家两只一齐打我，打女王风，杀灯笼鱼。诶，做得好啊！阿帕蛇地震，叶印斩打蜻蜓龙，得。Oh my god， 干了！地震冲浪，冲浪好似好啲，空切打呢只。好，再冲浪，空切打一只。哎 ，good 啊 ，good 啊。再减攻击唔紧要，呢度用冲浪，我直接走。混着，好，冲浪保护，耶、yeah ！盾甲，冲浪，龙星群，飞冰唔紧要啊，冇问题。转做。hello 噶，攀瀑布，我知波动，耶、yeah, ，终于赢到呢、這个，好，换一换策略即刻搞掂啊！不过都系死咗三只，正常嘅，正常嘅，太难打啊呢度，好，跟住我嚟到呢度冇办法啦，我嚟了结你啦，火喷，我咪仲有降料啊，有降料就换呢只，好，冲浪，大王焰接用呢只。战鸟超力王照用啊，冲浪，哇痛死，哇痛死，争啲死真系，好，诶而家回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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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见到你啦，回乔伊，喂、哎、口袋委员会咧派嚟支援训练家，希望咧大家齐心协力帮我回血 ，yes， 好，我需要照，哇我需要治疗啊。又系你啊！那个笨蛋嘅家伙咧，回归火箭兵团嘅消息咧，已经被咧广播传到路人皆知，但系咧唔亲眼确认，我唔会当真。睇你一副蠢样咁行到呢度，一定系妒忌你啦。虽然吊住咗次序，但系喺个笨蛋家伙战斗之前，先攞你热身都唔错。你唔系觉得你赢到 M K 仔想赢我？开个阴谋先，蜻蜓反，我知波动，出嚟送死啊！压招啦，超跌暴龙，阿布剑舞。岩石虫，扁死你，扁死你，
新时啊 ，Hello 加咯，用我知波动，我知波动。好，火喷，马柳辣火喷，死啦佢！一招啦，就系、是、呢之前我记得就系呢个柳辣劲难打嗰阵打，而家轻轻松松啊，终于。啊，转咗火啊，佢唔系水咩？之前焗佬死仔包啊！整个冲浪你弹，再整个冲浪，痛平分，哼！所以咧都好无奈输俾你，但系咧唔阻碍我同嗰个笨蛋家伙对战嘅。好，好，而家已经唔系我对手啦，佢。